好的情人，我就难受想你。啊，难受想你。你也知道啊，我一辈子都只能当暂时的男朋友。曾经的留言，这个空过的诺言。
最害怕被他人讨厌，总是在取悦 everyone， 却不在乎我感觉，直到把我吃得死死地。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的，到最后还是被你封锁。来，看我怎么做。我想我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对于爱情也不再伤心，但是为你未免太伤心。会想你，或许每天越来越想你，枕头还闻到你的香气，这种寂寞也是种伤痕，我这种感觉也算是伤痕。所以自己唱歌的机会比较少，都是在那边听很多人唱歌。然后我前一阵子才看到有几个是树德科大的还有明传大学的朋友有到这个比赛，已经到最后八强，搞不好未来你们现在在下面的其中一个就会在未来的歌唱节目上看到你们，如果你是喜欢唱歌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有机会，先祝你们圣诞节快乐。嗯，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几句话，因为我记得自己还在
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在创作，才开始在写歌的时候，无论你未来的梦想是要做什么，是走向音乐也好，有些人喜欢跳舞，有些人喜欢画画写作都好谢谢你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你们。因为时间宝贵，我不知道下次还可以看到你们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希望告诉你们，在人生中呢，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不能做到什么。我19岁才开始唱歌，现在呢，我可以在北京当歌唱节目的评审，代表只要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可以做得比别人好，因为你有热情，然后热情就是你最大的财富，所以你就尽情的去喜欢你最喜欢的那个东西。祝你们都有更多的好的事情，谢谢。